让你们再滥用私刑，看鞭！可恨！打得太轻了，让他们也尝尝皮开肉绽的滋味。用力这样抽！啊！原来这招还能这样用！啊！你们给我记住！还敢嘴硬，再抽他100鞭子。哎，怎么重新呢？那我们直接抽500鞭。来，以后还敢不敢仗势欺人？恃强凌弱，可耻！此仇不报，誓不罢休！还敢嘴硬，再抽他100鞭子！以后还敢不敢仗势欺人？你们给我记住！叫得这么有力，看来还有力气。再抽100鞭子。再来！以后还敢不敢仗势欺人？接招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还敢嘴硬，再抽他100鞭子！好了，这边就放过他了吧，不然我怕又继续当机了。姑娘，不能再打了，否则他性命不保。走吧。